大家好，我是马克。本期是来自小田正浩导演的《樱之森之满开之夏》。每当樱花盛开时，人们就会拎着美酒大啖丸子，信步于花下。可是如果将人从樱花树下移除，它便会顿时化为骇人的景致。昔日林鹿岭也有这么一条路，旅人都得从樱花林下走过。没开花的时候倒是安然无事，可一旦迈入花季，旅人来到樱花林下，个个都会意乱神迷。基于这个缘故，旅人们自然不再从樱花林下走过。久而久之，樱花林偏离了干道，独自坐落在无人通行的寂静山林中。几年之后，一名山贼在此住下，拨人衣物，只为谋财。随行女子美得不可方物，山贼愣了半晌，如此便不得不害命了。今后你就是我的老婆了，山贼说。揣着财物，背着媳妇，山贼哼哧哼哧往家走。因为要绕过樱花林，尽是陡峭路，山贼吃不消。女人娇嗔着不肯下来，还以为你是硬汉，没想到是软蛋，真是没用。山贼到家了，七个老婆迎出来，又拍面。女人见女人，两眼闪银光。女人用手一指说，杀了他们。山贼犹豫不肯。山贼动手了，鸡飞狗跳，转眼间杀光七人。还剩最后一个，女人止住说，脖子留下，给我当女仆。杀完了，山贼一屁股坐向地面，疲劳感铺天盖地袭来，眼前为之一黑。二两酒下肚，来了兴趣。这是何等的快活，简直是神仙也比不了。伯女站在一旁看，林间有小鹿跑过，山贼搭弓射箭命中了。如此丰盛的大餐，女人竟斥之为狗食。山贼想不明白，感到莫名其妙。女人喋喋不休，吃没吃的，穿没穿的，真怀念京都的生活啊。想来想去想不明白，山贼干脆不想，满足她就是。女人打扮起来大费周折，山贼看得瞠目结舌，赞叹不已。换了衣服，换了装饰，嬉戏打闹，兴趣盎然。伯女每天早上都要为女人梳洗头发，而梳头用到的水一定要遥远溪谷里的清泉。女人很珍惜发梳发簪，山贼看不懂，只觉得神秘。女人要的越来越多，山贼都看不懂，都照做。好比说这个叫狐床的东西，简直比魔法都神奇。京都，京都，女人天天说京都。京都有我这样强壮的男人吗？我可是连野猪都不怕。这样想着，一行京都乐师路过。晚上，山贼拨弄乐器问：京都有长獠牙的人吗？我可是连野猪都不怕。女人摇着蒲扇说：既然你真这么勇猛，带我去京都吧，取得我想要的一切，那样你才是真男人。山贼狂笑说，这有何难。入冬，大雪掩山，山贼日日盯着外头，神神叨叨的，一定要看过樱花再去京都。花海下冷飕飕，无情无尽呢。山贼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，只是盼望春来了，樱花盛开。山贼翻过山坡，远远望着樱花林，一对松侣穿林而过，没有任何异样。不多时，林间风起，僧侣发了狂。山贼终于如愿以偿，冷风嗖嗖，好似灵魂被空虚击中。那之后，山贼女人和伯女便开始在京都居住。京都到处都是人，吵闹至极。山贼不适应，被嘲笑，都骂他笨蛋傻瓜。女人的要求越来越高，珠宝首饰已经不能满足。女人要人头，向上人头。大纳言给女佣使钱，摸黑进了公主的房间。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山贼收获人头两枚。女人犯了戏瘾，带着人头过家家。屋里的人头越来越多，女人的花样也越来越多。山贼一次领会五个人头，女人都不满意，她想要个胖恶棍的人头。女人抱着人头睡觉，笑笑到发狂。山贼物色到胖恶棍了，心里却一点也不兴奋。穿白衣服的官兵推推搡搡，骂山贼是笨蛋。山贼不爽，一路跟着。原来这些都是被赦免的人。京都人太多了，一切都太复杂，山贼还是觉得狗好。伯女每日到城内洗衣，她喜欢这里。
山贼心里郁积，愁眉苦脸说烦死了。伯女提醒，烦归烦，你今天业绩还没完成。没考核的时候不觉得累，有考核了，身体哪儿哪儿都难受。咔嚓一道，人头落地。山贼觉得恐惧，好像灵魂被虚无击中。女人紧紧搂住，将自己的乳房抵向胖恶棍的后唇。早些的人头开始腐烂，屋里一股血腥味儿。艳阳高照，治疗吵闹，新人头，新世界，新体验，新感觉。天空由白昼转向黑夜，再从黑夜转向白昼，一日过去又一日，日复一日，永无尽头。又是一年樱花季，鸟语花香，晴空万里。山贼浑身麻木，甚至不想动弹。女人催着，今晚要五个舞女的人头。腐臭味夹杂着春风，灌满女人的脑子，胀。山贼压抑得很，解开伯女的衣服，却又兴致全无。我要离开这里，我讨厌京都，山贼说。天色渐暗，日光昏沉，女人半躺着，要吃，要喝，要很多。山贼一夜未归，饿得头晕，想要点吃的。老乞丐说，谁他娘的会向乞丐乞讨？山贼撑不住了，水果也是饭啊。一肚子水货刚填满，官兵摸了上来。山贼强壮，但人类有网。女人懂得无聊，聊越聊越无聊。山贼被定性成小偷，不服，一万个不服。樱花飘进牢房，山贼忽然想起山里的樱花林。看管丢了套衣服进来说，加入我们，否则明天就砍你头。山贼听话照做，转眼成了公务人员。公务人员手脚麻利，最喜欢查富商的案子。当差的有文化，会装。大人，天气这么热，你也洗洗澡吧。说着，大家开始脱衣服。正在此时，山贼悄悄溜走。堂堂江洋大盗，竟被说成无名小卒，山贼气得空手夺白刃。整整一个星期过去了，弄完的人头都烂了，女人闲得两眼发直。对不起啊， KPI 定得太高了，怎么能要五个舞女的头呢？伯女被骷髅围起来，呆呆地默然看着。山贼想好了，回山里。女人不同意，哭。女人同意了，哪里都好，不要寂寞。伯女被留在京都看家，女人坚信很快就会回来。终于能离开人群，山贼又欣喜又激动。阳光明媚，溪水清澈，又回到最初的地方。在这幸福的日子里，盛开的樱花林合作为聚。山贼背着女人决定穿林而过。樱花片片，林风乍起，山贼猛然发现女人的手变得冷若寒冰。待山贼回头一看，惊得眼珠子都要掉出来。山贼狠狠勒住妖怪的脖子，没动静了，女人已气绝身亡。花瓣持续飘落，眼看要将女人掩埋。山贼伸出手，发现空无一物，周遭只剩冷飕飕的风和无穷尽的空虚。尾巴，这部1975年上映的电影改编自日本作家坂口安吾的同名短篇小说。原作开篇如下，每当樱花盛开时，人们就会拎着美酒大大丸子信步于花下，不住夸赞着美景，春色烂漫，洗意美雨，满面春风，但这全是信口胡诌。为什么说是湖州呢？大批人聚集在樱花树下，喝得酩酊大醉，满地呕吐，大打出手，这是从江户时代便有的事。以前有人会觉得樱花树下是可怕的地方，绝对没人会认为那是什么美景。近来一提到樱花树下，由于总是游人如织，在那里饮酒喧闹，所以给人欢快热闹之感。但如果将人们从樱花树下移除，它便会顿时化为骇人的景致。骇人吗？我觉得其实还好。使人发疯的东西多了去了，为什么偏偏是樱花呢？为什么？因为这时期文化里最受崇拜的一样东西。也就是说，樱花即日本民族文化的象征。这样一个美的绚烂，美的令人窒息，美到无法言说的东西，竟能使人发疯，这是不可思议的。去掉修饰和包装后，会发现原作就是个幻灭的故事。一开始主动掠夺，有力量，打杀赢了邪魅一笑，还有谁？
这山，这水，这树，连天上的云，飞过的鸟，都是我的，通通都是我的。我和我的梦想掀起了太平洋的风。后来慢慢玩得越来越大，受不住了。最关键的是，刚开始是爱好，是主动掠夺，是好玩的游戏，后面变成职业了，有 KPI 考核，每天带回一个人头，必须完成，这就很痛苦。爱好变成职业，就开始被拖着走，越来越疲惫。原作中说，男子站在山上凝望京都的天空，空中有一只鸟直直地往前飞去，天空由白昼转为黑夜，再从黑夜化为白昼，无穷尽的明暗反复循环，它的尽头什么都没有，不论历时多久，一样只有无穷尽的明暗。到这时才发现荒唐可笑，怎么办？杀掉那个拖着自己走的东西吗？那个让自己感到骄傲、崇拜、疯狂的东西，杀了之后呢？虚无、麻木、孤独，接下来的路怎么走？这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。但警惕那个美的令人窒息，让人无条件崇拜的美，恐怕才是重点。